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，请大家跟我做伙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尊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二约中尊，皈依精卡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尊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二约中尊，皈依精卡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尊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二约中尊，皈依精卡诸众中尊。请看大经科注第470页，470页第三行，对中啊，完成五国挂起啊，完成五国即非向即国的啊，也都是非向的目标。万物一切众生往生极乐国土呀，这心量大，咱啊听听爱有这种的心量。那讲家己往生极乐世界，希望变化界、虚空界，所有一切众生拢会往生极乐世界，一生圆满成佛。哎呦，这款的乡亲啊，啊！多量如观无量寿佛经话，故作十念，请南无阿弥陀佛，坚持话，坚持就是观无量寿佛经的主盖啊，呀！令福报基数做伙啊！那伊讲十遍清明呀，啊，就是南无阿弥陀佛一念啊，即句佛号念十遍啊，即叫十念啊。蒙西，这是日本正宗的祖师，因对有啊《无量寿经》有深刻的研究啊，伊的成就未敌中国祖师的面，也真正值得做参考。也伊讲经。十念经专称佛名为十念业，诸言念者为称南无阿弥陀佛，经处六字经名一念，这就是这六字啊，一遍念一念，十念就是十遍。以上经论意思拢同款，乃至十念者之称名称佛的这个名号，下至金蝶十念者啊，金蝶是什么呢？人在临命终时
一生唔捌念过佛，也面中以前只念十句，这就是叫根德十念，这是上介少的。啊，甚至讲要有一念，啊，十念念未到呢，一念会安怎，嘛会往生啊？啊，这法门不可思议啊！那真正是啊，难信之法啦！啊，咱要追根究底，为什么临命终时一念十念拢会往生？啊，什么道理啊？未当知呀，也唔知呀，你都有怀疑呀，你的信心都有问题咯，都未当往生。啊，这念故叫真信真愿，一句佛号就会往生。啊，原因是你呀、啊，本来就是佛啦。都立地之地啊！那信愿其名呢？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以帮助你啊！那你那唔是讲本来是佛，伊就帮未到咯？啊，啥人知影讲本来是佛呢？这个阿摩尼佛伫华严经上明白的甲人讲。一切众生啊，本来是佛，你啊是佛啦，我嘛是佛，伊嘛是佛，本来拢嘛是佛。甲中国古圣先贤所讲的，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啊，尧舜圣人啊。这个意思就是说人人本来拢嘛是圣人啊。啊，你甲看，连《三字经》都拢有讲，人之初性本善啊。因为本善就是本来是善的啊，唔是恶来啊，是天生的啊，本来就善啊，本来就是佛。本来就是圣贤啊，这个爱圣人啊。中国的教育真是智慧，外国人嘛圣人啊，中国人上界了解教育的啊，教育做得非常成功，所以几千年来，这个大国不可能淘汰呀，一直存在，将来也是永远存在。啊，什么原因啊？教育啊，中国人知影教育。有教育的理念，有教育的智慧，也有教育方法，还有经验啊，非常的啊丰富啊。这里世界上找不第二家啊，啊，世世代代都认真教导啊。主要的负责教导的是家庭，中国的机器是大家庭，大家庭都有宿，宿就是学校住宿，啊，本来就是一个大院。门口两边的两间房叫宿，啊，也都是讲伊教学的所在。啊，四合院，看古早时阵四合院这个图呢，你就会看到了。
啊，无一家未重视教育个啊。家有家庙，家庙就是书堂。家庙当中，土葬的家谱，家谱是家庭历史啊。啊，家家拢嘛有。啊，你去查一下这家谱，向上对说，一百多代以前是同一个祖先。啊，我有理由，无经过考察，我有理由相信，大概中国的汉族是同一家人，炎黄子孙啊，啊，炎帝就是伏羲氏，五是炎帝，炎帝也创造文理，距离咱现在4500年了。啊，炎帝就比伏羲较早，伏羲个起起咧推1000年，就是对伏羲到咱现在5500年啦。哎，奇怪啊！地球上只有一家呢，我看到第二家啊。那、啊、这是在讲中国传统文化真正源远流长啊，啊，不容易啊！啊，外国真正侪专家学者，知影就拢非常新鲜啦、啊。啊，这个物件留落来真好啊，尤其是因这个啊文理呀、啊、汉理文言文。这世界上上界好的文化载体呀！啊，您看咱的《四库全书》《会要》，啊，拢嘛是用汉字文言文写出来的。啊，有什么好处呢？汉字文言文无时间的限制，嘛无空间的限制。那无空间的限制呢？都、就是啊，任何人只要会向汉字啊文言文啊，一部智慧的有点呐、啊，你都混咯，你摕到书籍咯，啊，这都是祖宗留予你啊，真实的宝藏，无价宝藏。啊，无论啊，都一个人。无论多一个时代的人，为什么你无受时间的限制啊？也完全会了解到古圣先贤留予咱的这个真实意啊！啊，咱即看有啊！啊，这种文字的载体也是全世界只有一家呢。啊，全世界文字拢使用拼音，啊，语言会变啊，定定咧变，啊，1200年了后，话就听无咯，啊，唯独文言啊。永远都未变了。啊，中国的文言应该当讲，在李建以前，这时间无讲算长，70年以前啊，中国的汉字。是亚洲的共同语言呐、啊，呀，韩国完全使用，一点都无改啊。呀，日本人改变了，根据汉字改啊。啊，日本人读汉字，
读文言文，中国的古籍传去日本的真多啊。那军书之后失传了，在日本啊。那一千年了后，又回来到中国来，啊，在中国失传了一千年。哎呀，了解。那越南嘛是安尼，越南离间了后，才有越南的文字。伫过去完全都是中国的文字。那所以，文文秘博士讲咯，二十一世纪是东亚文明。啊，东亚文明的主体是中国。伊呀，有三个卫星的文明，迄就是指韩国、日本、越南，那是共一个文化圈呐。啊，这四个国家若要合作一体呢，都会领导全世界。等我比博士讲啊。那伊讲了丢不丢啊？确实都是安尼生。啊，这三个周边，这三个国家，甲中国往来啊，有两千年的历史咯。啊，就是讲伫建国的时代，伊甲中国都有往来，中国历史上有记载。确确实实会当恭喜兄弟啊，志邦，应当都要合作，哎呀，帮助这世界化解一切灾难冲突啊，带予全世界人民幸福、安定、美满啦。啊，这个事业偌伟大呀！啊，那要靠周边这三个国家来跟我来胜过来。啊，汤文碧的晚年，他刚在五望着，啊，晚年真正看到伊老大人的慈悲心，啊，在佛门内底讲，真正的菩萨啦。那是良心呢，那明白咯，那没怀疑咯。啊，最近大概一两个月前，潮州社总因老爸严凤生啊，甲咱证明第十八愿是真呢。社总这几年做了好事啊，也互人尊敬佩服，真实的功德啊！老爸啊，平常啊，拢无咧念佛，伊也唔相信。啊，伊是一虔诚的佛教徒，哎呀，担心老爸老了，无念佛。无强生啊，要安怎呢？常常挂在心上啊。当伊个老爸伫弥留的时阵啊，也都是讲往生的前两小时，啊，伊也都跟伊老爸，跟伊老爸讲，真正有极乐世界啊。啊，伊老爸也都点头。无反对啊！佮伊讲，极乐世界真正有阿弥陀佛啦、啊。因老爸也笑笑，然后劝因老爸：“你甲我念几句啊佛号好无？”
哎呀，抓着因老爸念，因老爸就第一念，最后这两小时，当然了，唔止十念咯。啊，念个真慢，大概嘛念几十句咯。啊，我念佛嘛念个真慢，一字一字的。啊，我念四字阿弥陀。佛啊，我念的速度真慢。啊，早尼，我的佛法，还因观定往生，我就教伊这个念法。啊，第二天伊就走了。啊，一日一日的念，啊，特别是第一。年当的时阵，体力真衰的时阵，这种念法真得力啊！啊，真正往生咯！啊，最后这两小时，真正往生啊！证明啊，是念必生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。啊，后来有机会看到咯。那下面这段，都要给咱解释，这个啊，可能性咯，也有疑问，有人怀疑，来问，文中但文十念，何以敬畏为称呼名号？你会？他种念佛呀，经文上只讲十念，无讲十念，拢嘛是念阿弥陀佛。问到这问题，伊是念念别的佛，念别的菩萨呢？下面。啊，都甲咱解答，答法是念中之念，即是靠念佛名之念，是有明证啊！真正有明明白白的证据啊！文经诵译法，无量寿经有五种翻译本。拢嘛是对梵文直接翻过来，宋译是最后一摆翻译，啊，最早的翻译啊是伫汉朝，对汉到宋八百年间，总共十二摆翻译，所以也有十二个版本，非常可惜，其中七个版本失传咯，即阵留落来啊，只有五个版本啊。宋这个版本啊留落来，宋译的内面有讲，所有众生有生五贼，这个五就是阿弥陀佛的自称啊，念五名号，这都是念阿弥陀佛名号。佛啊，自性心，这个记忆力可能有问题。也讲一通就是咯，坚固不退啊！比命终时，我令无所必除啊！必除，这都是 BQ， 现前为了来应比邻，经世间的生我残，这是宋译本的原文呐、啊。其中呢，念五名号，念五名号的这句呢，只会当改作念佛弘明也，也就是讲念南无阿弥陀佛啦。今日要单单讲名号，都、就是阿弥陀佛。
这当然是讲明好，你按照做这个解，有目睭紧握，你是阿弥陀佛，不是菩萨言，有来生我国家，相念我名，莫有休息。如是的来生我国土，这是啊，目睭经有这款的一段话，也会当证明这个啊是念，确确实实是念阿弥陀佛的名号，也有观经。观无量寿佛经，下品下生者，亦有众生做不善业，恶业十恶，即罪真重咯。那恶业，杀父、杀母、杀阿罗汉。出何心血破何合精？这五种叫五业啊！这个五业罪必定会对无间地狱啊！这也是极重的啊！那是恶心杀多淫，叫蒙古两些。积故恶口，以呢贪嗔痴，所以故住不先。人民将是无限地色为说啦妙法，这个妙法就是啊，藏于心愿之名，求生净土，这个妙法啦。高龄念佛观经呢，是用观想念佛，每当观想就用啊口念，清明清明念佛是十六观内底最后的一观，那最后嘛是最妙的，最殊胜的。也下面讲咯，又不能念，这个念是观想念佛啦，又不能念，是用净佛号，净佛号，这就是口念。如是至心，令性不绝，故叫十念净南无阿弥陀佛，净佛名故无念念中。如八十一劫生死之罪，命中之后即得往生。有上经义可证，所闻是念者，的是持名念佛呀。也念到啊，引经据典，甲咱证明，这是啊真的，这不是假。那这个法门实在是太稀有了，也无机。经文内面有一句：“无念念中，啊，这个念念会当讲是十念，对第一念、第二念到第十念。”无念念中啊，我个七昧意思呢，那就是弥勒菩萨跟咱讲的，一旦只有三十二亿别千念，啊，现在念念中就是迷失咯，一旦讲会通未会啊。因为十念往生
到极乐世界，品味关格也无同款。啊，完全伫个善根福德因缘呐，特别是善根，善根是过去生中所修的，即系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人，你都经常所讲的，不可以消善根福德因缘得成彼国。啊，迄都是每一个往生的人，拢是善根福德因缘具足咯。佛地大乘经上嘛讲过，凡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的人，拢是具起依法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就是善根啊。一拜得到人心，拄到佛法，拄到这个法门，家己具足信愿，都得到无量诸佛如来的加持啊。啊，何里故叫善根福德因缘？这心净土啊，所以这机会咱拄着了，一定爱改业两条呀。啊，念佛的好处不改细化啦，最大的好处，那世出世间法。同时修行无障碍啊！下面一段，古注经家有此原文，亦有意解。还有第十八愿的经文，嘛有无同的解释。由我注释。立上品愿，又说下品，说下品非也。又有我主持上三品，注重十念，是以十法起十念，非是清明十念。我哋有真侪种嘅解释，那么伊都一种呢？啊，是不是咱对这异解都产生怀疑呢？怀疑是最严重嘅障碍，往往因为怀疑，一摆就未当往生。啊，所以念乐啊、慈悲啊，把这些问题在这地拢给人解答了。啊，这些无同款的讲法所讲的，以十法起十念，即是弥勒啊所闻的这个十念，在《弥勒法门经》的内底。伊讲古教如实念，即个往生安养国土啊，安养国土呢，就是叫世界。凡有实念，有定为实，下面甲咱列出来咯。第一个，为这众生相生诸心，啊，诸心啊。都是爱心，爱护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啦。生是生命，是生气啊，
也一个现象的生起，那一切呢，包括咱现在所讲的动物、植物、矿物，啊，动物、植物、矿物，拢是众缘和合而生的，所以叫众生。啊，对一切众生，也就是讲对一切人。对一切物，对一切动物，对一切植物，对山河大地，这叫做所有一切众生相生慈悲心。然后一切众生不会其行。会啊，是该伤害。爱好伊啊，都不忍心去破坏伊啊。若会其行，终不往生啊。现在这世间，这个会其行。会使讲，用现在话来讲，破坏大自然的生态啊！啊，你看农作物破坏了，用化肥、农药，甚至改基因啊，这对植物啦、啊，就把肥草。蘑菇杂牛不坏咯，啊，做这种业的人，伊袂当往生。啊，什么拢嘛是自然较好啊，自然是上水啊，自然是最健康的啊。咱那要爱大自然呐。啊，现在人因为机械发达，过去方便，会当甲山搬走。啊，较早人做袂到，现在人做会到啊。啊，较早人破坏大自然非常有限。啊，现在这个能量太大了。啊，甚至讲。也是武器会毁灭地球啊！啊，发明核武的人，使用核武的人，制品核武的人，还有亲像爱因斯坦物体。来个大家报告的，伊也真可怜呐、啊！伊现在伫个核爆地下啊，因为发明核子弹，他刚阿伫核子弹下面受苦啊，核爆啊，高温连空气内底细菌拢会杀死啊！拢袂当存活，所以啊，伊苦劝世人千万唔通用核武来拍战啊！这个战争无胜负诶，是同归于尽，是啊，人类上盖公诶行为，集体自杀啦！啊，爱因斯坦物体讲的话，一个人讲啊，地藏王菩萨慈悲啊，传出来可以透这个信息，希望会当减少伊的痛苦。
伊会当离开地狱，迄段时间虽然无长，十几分钟，这十几分钟袂受苦，非常非常难得啦。地狱内底受苦是无间断的啊。啊！伊来透这信息，好啊，这好大事啊！地藏菩萨带伊出来，讲完了后会阁转去咯。啊，这个业无消毒啊，伊袂当出地狱啊！啊！诸位南门公，伊什么时阵会当出地缸呢？这个地球上的核武全部消费咯，拢无咯，伊才会当出来。只要也有一粒原子弹伫地球上，伊就袂当出来。你讲这个偌可怕呀！这是第一例啊！诸心念众生，第二呢，有一切众生心起彼心，都沾害伊呀。诸个彼。拢嘛是爱心，佛教内面该分作两字，主偏中啊，在啊，有乐，都是帮助伊得到幸福快乐啊。这是主心，悲心呢？偏中救苦，那伊现在日子过个真辛苦。啊，佛菩萨嘞，啊，有力量帮助伊啊，离开啊，伊的苦难，所以呢，帮助伊离开苦难，这叫悲啊，帮助伊得到快乐。这叫做主啊，啊，拢是爱心，真气比心，啊，对众生绝对是无伤害念头，当然就是无伤害的行为哦。搁较小的动物，拢爱怜悯伊啊！三者呢，发和发心，不朽心明，唯这法不生诽谤啊！这点呢，希望咱啊同学特别都爱会记哩。啊，因为靠是最容易犯过的啊。世尊的真多经论公告三业，顺书都嘛是心靠义啊，心三靠是义三，心杀多淫。靠蒙古两舌几句恶口啊，四种伊呢贪嗔痴叫做十恶，十恶并过来，心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这个心的三善业，靠呢不蒙古不几句不恶口，不良舌，这个靠的四善啊，
以不亲不欺不贪，这叫做十善业咯。基本的戒条唔通违反啦，啊，处事啊，待人接物啦，一定都爱会纪律谦虚。绝对唔能去犯自赞毁他，家己赞叹家己，毁谤别人。这是菩萨戒经的当戒啊，啊，梵梦菩萨戒经内底有，有听戒本内底哪个有，也排伫第一条啊。绝对不用你自赞毁他，咱家己爱做啊。但是有一寡同学，对啊，法师恭敬赞扬赞过头了。啊，讲这个法师啊，是啊，什么菩萨啦、啊，再来啊？什么佛再来啊？这个未用的啊，这个太过分了。那过分就是自罪业啊，那不是赞叹，那是自罪。家己自罪，这个法师对你牵连着啊，也对受罪，这个自害害他啊。我相信啥人都不愿意做啊。但是这些代志呢，明知故犯啦，而且你真正不知影，我赞那老师敢会错呢？我跟老师比作是阿弥陀佛，啊，咱的讲经嘛，常常安尼讲啊，爱看伊这众生，拢种拢是阿弥陀佛，这不是啊，只一个人，啊，亲像海贤老和尚。有一个暗时的烧香，烧几十支香，拢插香炉顶面插满。啊，第二天有人问伊讲：“师傅啊，你哪会烧遮侪香呢？”伊个人讲：“我昨暗啊，被困进前，看到门窗顶啊，啊门窗卡，门内门外，拢嘛是阿弥陀佛啦。”所以就烧遐侪香啊！那是啊，称赞众生无问题。袂当讲我是阿弥陀佛啦，这是袂用的啊，这大妄语啊！啊，我是什么菩萨再来，这拢袂用的啊！千万啊，唔通去做这款代志。啊、中国古早时阵的一个老祖，伊讲有三宝，迄三宝什么呢？谦虚、积俭，唔敢为他人先啦、啊，诶，圣人啦、啊，唔是平常人。孔子是圣人，老子是圣人，啊，大圣大贤啊，无家己标榜家己的，你看谦虚，即谦，什么代志拢退伫后面，唔家己人的面前，啊，这个三宝都是以注视他人的心态啊，咱来学啊。当然是凡夫，都一定要知影。净空法师不是佛菩萨，
净空法师不是圣人贤人，净空法师是一尊普普通通的人。佮大家讲，无福报的人，也无智慧。那我若有智慧、有福报呢？我这一生哪会变作这款的呢？啊，一生无道场啊，无信道，人讲我信道真多，错咯，迄咪信道？因为咱是用网络啊，用卫星电视伫咧讲经，这是得力有在家技术的帮助因做呀。我现场无去看过。也网络佫较唔知影咯，啊，迄是电视头前的听众啊，听众伊捌我，我唔捌伊啊，我甲听众无往来啊，我唔知伊是姓甚物名啥人，我这一生从来无咧记别人的名字啊。无记别人的住址呀，也无咧记别人的电话啊，所以啊，我无电话。啊，我是希望我记较清净一点啊。一个人，一个房间，会当遮风避雨有够咯。啊，今年。八十九岁咯，那八十九什么意思呢？随时拢会当走咯，唔是讲明年啊跌无跌，明年啊跌无跌，拢无一定的啊，这事实真相啊。啊，所以钢筋是我这个一生的爱好啊。啊！我现在专攻无量寿经，专修念佛法门，唯一的希望就是讲早一点啊，希望回来接应我，我就来去了。哇，毫无牵挂，那我看到佛的地气啊。无办的期望。啊，别人恭维，啊你啊，你老大人一定会当活到120岁啊，那是骗人的，那是假话啊，唔通当真啊。啊，一生。我们万分给人，这是真的。啊，诽谤我的人，障碍我的人，陷害我的人，我拢感恩啊。为什么？伊帮助我消业障啊，伊帮助我增福慧啊。所以啊，我每天恭敬拜佛，拢嘛回向佛因，我服侍因的拜位，希望讲这一生无万分的人，无对不起的人，啊，处处我拢退伫最后。我无徛伫头前啊！你系大咯，啊，什么活动我拢未去参加咯。那现在啊，有一个方法，
别人找我，伊可按录制十分钟，录制咧啊十五分钟，祝福因啦，恭喜因，录制啊小功德，因的活动场所播送一个啊，那这是我的应酬啊。那其他时间，老师念佛啦，念念求生净土，这是真的啊。那所以呢，看到经上这个诽谤，让我产生真多感想。啊，希望每一同学。在这一生当中，决定唔通诽谤别人，决定啊唔通去称赞家己，家己修过较好，甲个人来比差足远个。啊，我这一生，啊，我顶一代老师，张家大师，李炳南老技师。乃至有彭同美先生，我比袂着啊，差距啊足大啊！啊，这一生最幸运的，就是啊，拄着佛法，本老师介绍的。我该有贴合，最后一个单元跟我讲佛经贴合，我对这入门的呀。以后接受上家大师的教诲三年呀，大师往生咯。啊，过几一年，我熟悉李炳南老居士，啊，去台中第十年。啊，会向钢筋，钢筋是老师命令我的啊。我的时阵唔敢接受啊，因为我知影，古早时阵钢筋的标准是大铁大锅，明心见性，我无做够啊，哪有资格钢筋？啊，老师，非常慈悲，跟我讲，你少年人，哪不够接落去呢？都无人恭敬咯，佛教会灭咯，还没安怎呢？老师跟我讲，讲注解啊。讲错了呢，那是做的人也负责任。讲啥人的注解呢？讲个人的注解啊。为什么个人的物件，那是讲唔好，一直会随着时间会倒台去咯，无可能流传到今啊日。凡是流传落来呢？你就要知影讲，经过偌济人看过，要人甲伊啊刻板流通，可见伊是有价值。这就是有一个标准咯，咱也无慧眼。最好呢是大众经内底有，啊，因为较早，无论啊在家出家。你的著作来当立宗，那是大事啊！在那当时，在家出家大德，看起你的物件，对你赞叹，最后要得经过皇上的批准，才会当立宗啊！啊，所以立宗
是真正标准啦、啊。老师教我，咱啊学习经教，一定是大藏经有诶，有华严、清凉大师诶所抄，李中者诶合论。啊，贤秀国师的著作就无问题啊！大众内底有诶啊，《楞严经》，我对李老师主修的是《楞严》啊，用这个二十多种的参考资料，拢是大众经上有诶。啊，老师通过这个方法。我才敢讲啊！也古书，有一款所在看无，未安怎呢？老师讲，该念者就好咯。唔免讲意思啊，该念落去，无念错啊，就好。啊，或者是看现代人，只看这段，这段我未了解，古书未了解，看别个注解。就看伊即句，看卖是毋是讲会通啊？啊，是毋是有一点误触啊？有误触会当讲，无误触照念就好咯。老师慈悲啊，念啊佛法别去咯，传袂落去。啊，不得已啊，用这方法啦。啊，家己的明白了后，最重要的在依教修行，希望会当讲有一个小的误处啊。也有淡薄啊，什么啊？放下。所以说世间一切障碍修行的爱法啦，都该放下。啊，我的修学简单，一句佛号，信愿持名求生净土，是不是往生拢在放下？真正放下，就真正往生。什么时候放下，什么时候要往生？年纪大了，时时刻刻拢都爱放下啦。心内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以外，拢总放下，这也都对了。何发心不修心明？员工甲咱做了真好榜样。念佛的功夫，咱比袂着伊啊！人也善根比咱深厚啊！伊固将了老实。听话认真做，这三个条件咱也无固执啊。啊，学习的态度够好啊，真诚、清净、恭敬。那、啊、你看，有这条件，啊，也心地清净。无梦想，无执念，都、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这款的功夫累积三年，就会往生啦。啊，咱伫净土圣贤录往生端内面看到的这类太子的录。
啊，眼前同学当中，咱嘛有看到几落个。啊，伫香港，大家拢知影，深圳吴中昌技师，台湾钢筋。三年会当啊，红星啊，伊都闭关三年。去看卖，人个真正伊就走了。那人个三年未当红星，伊就出关房出来念佛。无想到讲，两年十个月，佮差两个月完满，伊真红星。有的时机啊，那证明是真的，不是假啊，非常的难得啊。跟咱做朋友啊，跟咱增长信心。海贤老和尚，伊比吴中昌好太多了，伊条件苦足啊，念三年是毋是当往生呢？决定得行啊，伊无去啊？为什么伊无去呢？阿弥陀佛，唔可以去啊！我甲伊讲啊，你修得真好，会当甲大家做榜样，甲学佛的人做榜样，甲念佛的人做榜样。唔带伊去啊！但是啊，伊个功夫成就啊，咱讲这个功夫成片咯，伊就对了。啊，在功夫成片这个基础上向上提升，嘛不过啊是三年五载啊，属于心不乱，属于心不乱的境界啊，都、就是。阿罗汉啊，见思烦恼断去咯，智慧开咯，六种神通具足啊。阿弥陀佛净土，伊也先方便又土，佛无带去啊。啊，最后佫提升啊。提升到理心不乱，理心不乱就是三种的代替代我明心见性啊！啊，跟慧能大师同一个境界。什么时阵呢？我估计呢，伊25岁左右，你就刚苦行片，30岁左右。属于心不乱，40岁左右，你一心不乱。对着啊，你一心不乱，什么时阵想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就会现前；想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现前。啊，所以我就讲咯，伊也跟阿弥陀佛见面。伊看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伊啊，一个一生看到偌侪拜呢啊，我估计也是10拜以上，绝对也未伫10拜以下。伊家极乐世界也是真实咯。那先呼呼的现前呢、啊？啊！伊得活到112岁啊，表化完满啦，我都揣去咯。最后一个表化，都是摕着一本书啊，《六合佛法经》，唯有《精湛经》。你看啊，心目当中啊，所期望的啊。
佛法兴旺，安怎兴旺？诸家在家同修啊，都爱互相赞叹，唔通诽谤啊！佛法都兴旺咯。啊，拜都门户之间，那是中国十个宗派，拢嘛是释迦牟尼佛团呢，唔通诽谤。诽谤是什么？诽谤佛，谤佛、谤法、谤经。你若是谤三宝，来生果报，不是极乐世界，是无间地狱啊！这种都爱知影咯。啊，所以阿弥陀佛慈悲啊，和海贤老和尚留伫世间，甲咱做一榜样。表法啦，就是做一好模样。海贤老和尚的碟，大家都爱看。我每天至少会看两遍，一般啊，拢嘛是看三遍。非常重要啊！那听的变数愈多愈好啊！一天听三遍，一年就是一千遍咯。那有人真用功，一天五六遍啊，啊，一年就是两千遍咯。啊，听的人来跟我讲，真正得受用。啊，坚定了信心啦，坚定了大愿啦，求生的愿望。这是真实利益啊，真实智慧啊。啊，所以千万唔通诽谤啊！学着唔通去批评人，只称赞人。啊，中国古圣先贤教咱的温恶啊，用善啊。看到别人唔好的，咱咪讲，袂藏在心内。看到伊好处，赞叹、赞扬，这就对了。施者呢，有忍辱中生决定心，忍辱啊，是消业障的。是远离灾难最好的方法。古人咧讲的啊，积功累德啊，积累。用什么方法呢？用啊，忍辱，忍辱就会积累啊，会当忍，功德就无去咯。心内哪有一点啊无欢喜呢？一个发脾气，就是火烧功德拿。啊，你真无容易累积真多你的功德。一个发脾气拢烧了了咯，那所以爱念念功德存在，无念功德就无去咯。你看念了偌重要呀、啊！当你我伫台中，你老师伫台专佛学讲座来对。甲学生讲六道，特别注重的布施的忍辱，布施啊，就是啊，修福；忍辱也是不转啊，好，你的福报未去流失啦、啊。
啊，所以金刚经所讲的一切法得成无念，无论是佛法是世间法，真正成就爱知影念力。啊，决定啊，唔通有竞争的念头。竞争是西方人，不是咱中国的。啊，竞争个升级都是斗争，斗争个升级都是战争啊。这也不是好物件，啊，用忍辱波罗蜜来化解。啊，所以在忍辱当中生决定心，第五清心清净，不念利用。啊，清心就是菩提心。什么是清心？清净心就是清心。清净啊，不念污。什么叫念污？名闻利用啊，在色名是谁？唔通去目掉啊！你只要一个目掉，就被染污了。那被染污，你的心就未清净了。这个也未清净，就是轮回心咯，不是菩提心。菩提心是清净心，也伊啊，都伫咱的经题顶面。啊，咱这经题后半段，清净、平等、觉，这五字都是菩提心。啊，清净心。是九分的菩提心，阿罗汉辟支佛所证到的。啊，平等心是多分的菩提心，菩萨证到的。讲呢是圆满的菩提心，诸佛如来证到。伊重要啊！一定要认真去做啊！名闻利用都要放下，唔通目睭这物件。第六呢，发一切种地心，一切种地啊，是圆满的菩提心，就是咱的经题顶面讲的清净平等觉，拢总具足了。啊，清净平等觉就是啊，一切种地心。日日常念，没有慧望。我的大师在《弥陀经要解》顶面有跟人讲，真信即愿，都是无上菩提心。那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，真正发愿，以把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
这个愿心都是无上菩提心。云王大师对这句话非常赞叹啊，古人唔捌讲过。伊个老大人第一个讲出来啊，啊，是不是真的真的啊？一点啊拢无假啊！为什么呢？跟无量寿经来对照，无量寿经里面所讲的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啊，你才会生净土啊！这是啊，无量寿经佛跟咱讲，往生必须具备的条件，就是这个啊。咱来知影，啊，这个条件，信愿持名啊，啊，信愿就是菩提心。知名呢，就是一向专念，拢总固着咯。后一大师即个工作细腻，偌简单呢？尽管知名，决定得行啊！那伫咱这经的顶面是八字，八字发菩提心。以向专念阿弥陀佛，讲得清楚啊，明白啊。要求咱日日常念，没有慧蒙啊！啊，慧呢是该换法门，无修这个咯，那就废掉咯。伊阿那有成就呢？都系一门深入。还嫌这个法表个真好啊！九十二年无慧蒙呀，啊，真正是一门深入咯。啊，真正是日日常念啊，这个佛号无弯弯，就是无有慧蒙，也绵绵密密。不简单啊，就是因的话所讲的啊，不精啊，丢失，就是讲不简单的，那就是你的常念，这八字已做到了。啊，没有慧蒙是无弯弯，那是咱的好榜样啊。下面第七，有一切众生其尊重心，如我满意，天下言说啦，即愿讲个搁较清楚咯。无论修多一个法门，只要是佛弟子，一定爱遵守佛的教诲。啊，伫这大众面前。对人爱尊重，家己都爱谦卑，无傲慢的这个意思。谦下言说，爱谦卑，哎呀，尊重别人啊！啊，绝对唔通啊，主战非他。
过食有色淡味，不生迷着心。这是日常生活当中，跟一般人往来讲话之间，讲完了，佛号啊都刷落去，啊，唔通生杂念，唔通生念着，一定爱知影。正像金刚经上所讲的，一切法不可得，凡所以上皆是浮妄。啊，所以啊，拢嘛唔通藏在心内，唔是叫你唔通甲大家讲话。海贤老和尚看到任何人拢嘛欢喜啊，真系恶啊！啊，无论讲什么话，拢未藏在心内。啊，别人向伊请教，才会开始。那伊真简单，真得要，管道理啊，好花念佛，生活是真的。往生极乐世界就成佛咯，这是真的，其他拢嘛是假。这是老和尚的口头禅。啊，老和尚生平这句话讲起上最，啊，拄着人都甲劝，时时刻刻提醒呀。慈悲啊，到极处咯，未当讲啊，唔知影呀。啊，这个不生迷着心，最好咱要用佛法来个解释，就是啊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行顺众生随喜功德，未藏在心内啊，安就对了。藏在心内，就记一句阿弥陀佛。地教君有觉意，亲戚种种善根因缘啊，远离困恼散乱之心。君有觉意，也无啊大彻大悟，真接近咯。啊，开悟，有小悟，小悟定定有啊。啊，有大悟，即小悟都会有大悟，大悟总在修这十年八年，有大悟出咯。最后是天鹅，那天鹅就是角啊，正正平定角，但是都要知影角对倒位来，角对清净平定来。人讲咱的心有染污，不平，伊啊生烦恼。为心智慧，真正清净，无染污咯。愿使烦恼断咯。五种见识：心见、边见、盖初见、见初见、下见等咯。啊，疏懈咧，贪嗔痴慢疑断了，真正断了，真正无了，阿罗汉啊，
证阿罗汉果了。啊，果然真登了，伊六种神通现前了。啊，贪嗔痴慢疑无了，真正无了。伊家己知影，智慧现前，神通现前，伊会当无现，但是真有。啊，亲像了海贤好的想，伊未现啊，假做一个平常人。有当下小闲者，嘛唔是有意的，啊是伫有必要的时阵，啊咱伫空调内底听到的。那是海行和尚啊，海行细细啊，喊人散散，细喊人拢看不起。那有一摆，因个桥石桥有一个大石头，总是有几千斤啊重啊，那个啊水沟啊来对了。那离开桥大概五米外，啊，真正侪人拢是无办法啦，去动伊啊，一分一毫啊，啊，伊去咯，竟然把些大石头甲刷叮当咯啊，腰棍靠边扣了五米，那个开来是对倒位来？别人问伊讲，你有遮大个气力啦？伊讲我无啊，拢是阿弥陀佛咧帮忙。啊，海贤老的想，毛跪了拜天师。天气真热啦。伊叫人清理水沟啊！人唔知影讲老和尚什么意思，但老和尚叫伊做就做，甲水沟清理好了。无想讲第二天落一阵大雨，该在啊水沟啊疏通咯，厝里无溺水。那哪无来讲，厝一定会入水啊！所以人讲老和尚，那会知影讲明仔落大雨呢？啊，无气候的报告，伊来知影？这是五年呐、啊，有这必要，伊都无讲啊。所以啊，心爱清净，心爱平定啊，清净平定拢嘛是定，用这念佛的方法去修的，这叫做念佛三昧啊。定是智慧，智慧会解决一切问题。不为者，无是谈话，不生味着心。告者，君有觉意，亲戚种种善根因缘，远离困恼散乱之心。
这就是啊，修行人为什么啊住在南六？佛法的南六，就是清净的所在。离开归路，离开多痴，何心会定落来？不是外靠境界干扰，啊，选择这个所在来修行。后面第一集，正念观佛，都去诸君啊。正念就是啊，一心啊，一心念佛啊，叫观佛。为什么十六种念佛的方法都叫观呢？那最后这个嘛是观，心内只有啊佛，渡去诸君，渡去诸君的作用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是不是观佛的时阵，眼不见色，耳不闻声呢？不是啊。明朝高公法师著《楞严经》，伊个注解叫做净灭。主张呢，下邪引君啦，啊，即地都去诸君，都去诸君啊，比主张干扰是这意思啊。就是啊，正念见色，看个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；闻声呢，听个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无起心动念，这叫渡去诸君，功夫就得力咯。也功夫那够顺息咯，那这个无这个分别执着，连起心动念都拢无啊！那是啊，发心菩萨啦，还不是一般人啊！啊，三贤菩萨。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发心菩萨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这拢是渡去诸君啦、啊。了得凡夫，眼见色，何色所干扰？爱看的，加看一个啊；无爱看的，就闪避。这都是受诸君的干扰咯。听声音嘛是安尼啊，介意听的，真用心去听，听伊介意听的，无介意听的，伊讲真烦真琐啊，去烦恼咯。介意嘛是烦恼，啊，所以都去诸君干扰的烦恼，这意思都对了。呀，到这地呢，是弥勒菩萨啦所讲的十念。啊，下面重要重要话啊，如是十念
一回凡夫所领啊，即得加两字啊，都容易明白咯。弥勒菩萨的境界观啊，这是什么人呢？至少啊，十信位的菩萨才会修啊。啊，初心呢，定有修行初果殊途圆。啊，因有能力修啊，凡夫无这能力，所以呢，从低初低以上菩萨。那念苦叫十念，这都是这个十种念啊。初地是在讲这个别教，别教初地，完教初住啊。不妥啊，相共的这四十一位发心大师，这个十念都是因修的。啊，不是凡夫所领的。你以上诸说，含义主观，转为上品。甚至地上菩萨乃令苦作，这中下凡夫何有得生呢？这啊，都是啊，顶面所讲的，这也是为上品啊。三辈往生来对。上辈往生，上辈往生，生是不庄严土，就是啊，别到初地以上，还到初住以上，转为上品，啊，甚至地上菩萨。初地以上的乃令苦作，这中下凡夫，中是声闻缘觉，下是六道凡夫，何有得生？确确实实是未当去往生的啊！可以以上诸家之意。就是因的议论，因的讲法，密切正宗，他列古教之的真谛。啊，念了这句话讲啊，真好啊！不结合净土啊，净土拢嘛是靠啊阿弥陀佛。其他的八万四千法门修因正果，啊，净宗不是修因正果，伊完全靠阿弥陀佛微神的加持，你得到的果报啊。所以啊，无论是多一个啊等级。完成动机土，下下品龙星，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得到弥陀四十八愿的加持，这个加持是平等的。啊，动机土下下品龙星嘛，得到加持咯，这个加持也神通啊啊，道力啊，个初地菩萨啊，拢嘛是同款的啊。所以该叫古教啊，
啊，不是讲对因果果，伊是啊果。阿弥陀加持会丢呀，这个果报啊，不是家己修来啊。啊，这是净宗的属性啊，净宗拢嘛靠阿弥陀佛啦、啊。对阿弥陀佛未当讲有丝毫怀疑，有怀疑就错咯。啊，咱来相信这个啊海贤老和尚，伊也甲咱做出榜样。啊，伊甲咱讲真正有极乐世界，真正有阿弥陀佛。四十八愿所讲的也是真的，唔是假。你甲咱作证啊，然后甲咱啊证明。啊，莲基老基书这本是真经，唔通怀疑，怀疑你吃亏了真大，真经啊！念作老基书的集注是正知正见，会当挖苦的，无问题啊！啊，依照这个法门修行。决定得生净土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！啊，咱过来看，只有依据法师以观经下品下生之十念。诸本经啊，第十八愿至十念，亲友见地啊！符合正宗古教的教义，蒙西大师讲了。宗家不逆啊！宗家因称玄奘大师，那唔敢称伊嘅名字，称宗家，伊那拢是玄奘大师嘅学生。玄奘是咱净土宗第二代嘅祖师。啊！今至十念，但是靠清上进一行，下至一念，这个一行就是一生了。啊，咱这身体的这一生，一生念佛啊，亲像海贤、海庆，拢是一生念佛的啊。啊，这是相啊，只有下君无遮好的缘分，一直到临命终时，才拄着善友，才劝伊念佛，伊一个听到相信，就是去做，一念也往生啊，也下至一念。同有三辈啊，上中下三辈，也有九品，莫不改往啊，拢总往生。这个、意思重要啊，非常重要。无一个老去啊，这才符合正宗他列古教的真谛啊。啊，咱千万唔通啊怀疑，哪怀疑？一摆无必书生的缘分就会错过咯。啊，你老师继续劝我，自古至今，偌济聪明的人拢相信，拢未怀疑，拢往生咯。啊，咱看到这个榜样。就应该信你一拜啊！
啊，信一拜果然成功了，我真幸运，啊，就成就了。啊，相信果然未骗人啦。啊，就算讲可以骗一拜嘛，那么甘心。啊，我师真慈悲啊，啊，你来劝我。我真感恩啊，接受无？无接受啊！我甲诸位讲过，我接受是讲《华严经》，讲啊《法华经》，讲《楞严经》，底下大经大论的内底，另外啊，体会到了。啊，特别是华严，讲现在东主五十三参，忽然间想起来，现在是啊，文殊菩萨的得意的门生啊，你是个弟子啊，你修什么法门啊？啊，以前讲经拢嘛无注意着。啊，你一个我倒转回头来去查，一个啊，就发现了第一餐，这上魂 BQ 修八九三昧，八九三昧是专修念佛法门的。啊，就怎样讲？啊，佮看尾后的第五十三餐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，啊，就好了，你看。主世至终，特世特终。现在修什么呢？修念佛法门，求生净土啊！华严经是安尼是成就的啊！啊，咱未当唔知呀！啊，这个当中。现在也有五十一参，每只先知识都会法门拢无讲，伊拢去拜访，拢去啊请教。啊，这先知识啊，拢甲因修学法门讲啊真清楚、真明白，甲伊讲，伊啊真感谢，安怎咧无修？啊，这什么成就圆满的福德地啊？不是讲伊唔知影，伊知影。你问伊，伊拢知影。呀，家己咧，伊问深入，当时分修，读书千遍，一一自见，自见啊，都是开悟。呀，我看到这个所在呢，就相信咯。啊，对于讲，这回一本，对于念落的这个注解，非常认真的学习。让念落。喜欢老师啊！啊，虽然我无这个名分啊，但是咧，我是该学习。阿姨啊，做我老师，当之无愧啊！啊，伊讲的物件，我听有啊。啊，咱看下面刮好，因念一生假，这一生是什么时阵？临终一念嘛。这是个意思啊。而且呢，一点一念静心，最后这一念心地清净，心真正有极乐世界。真如阿弥陀佛，
真正往生，有这念头，伊就会往生。法以念心，念无比佛，亦皆得往生，当中会往生。而且不是假呀。啊，所以呢，咱啊，今仔日拄着了，希望大家啊，唔通错过，决定唔通怀疑啊。那我得来无容易啊，我真后悔，有个早年老师一个甲我劝，我都接受，都相信。哇，今仔日真有可能，连搞一心不乱咯。头前无接受，啊，也是好在大经大论，要乱了。啊，也算真该在啊，终胜回头了。啊，终胜相信这个法门，这一生脱离六道轮回，往生极乐世界，才有啊把握啦。啊，了生死出三界，有别项法门是无把握啊。多花幸运呢，啊，今仔日时间到了，咱就学习到这地。